拉维香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西塔琴演奏家。自1965年他成功地将印度音乐介绍到西方后，拉维香卡也成为推广印度音乐的最佳代言人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拉维香卡的大师课程，记录了一场最负盛名的西塔琴巨匠欧洲演奏会。